人话斋，做人最紧要开心啊嘛。我系 Shirley 啊，开心系我嘅座右铭。我间唔中会自问，如果有得拣，边度会令我开心啲咧？我而家有答案噶啦。四年前，我同家姐一起嚟吉隆坡旅行，就爱上咗呢度。嗰阵时同家姐商量，我将来要喺呢度退休 ，O 唔 OK 啊？去年过嚟吉隆坡之后，就喺黄金地段买咗个顶级豪宅，过翻啲舒适嘅生活。喺呢度，我有多啲自己嘅私人时间，朝头早叹下咖啡，日日都有时间做下 yoga。如果问我睇中吉隆坡啲乜嘢呢？其实当时我睇到好多高楼大厦，交通好方便，十五分钟就可以 call 齐啲朋友一齐去 cafe， 同香港一样噶。仲有系朋友都知道我好中意食猫山王，一到旺季，周围都可以食到，金钟大甜，好好味。谂翻呢一年，我嘅工作同埋生活都可以揾到平衡，呢个系好难得。我特别珍惜，如果俾我再拣多一次，我都系会拣 KL。